哎呀，这样看你，宋秋衣，宋秋衣，你哎，你去这个地里边还行。你看看自己脸盘，你有意思。给你看看自己看。走走走。嗯，看牛牛自己在编辑呢。哎，你这么小就会编辑视频？嗯，才七周岁啊。跟你学的。跟我学的啊？我没教你啊。你没教我，我看着你就会了。耶，大聪明，大聪明。你看牛牛编辑的手还挺溜的。陈宇，你不会吧？不会啊。我怎么没见你编辑视频呀？哎，冯子宝可能不知道，陈瑜那个是那个什么视频，全都是我帮他编辑的。啊，你看牛牛，你看牛牛，呀，真聪明。再看牛牛编辑的视频，真好看。呀，你还这会这样编辑？哎，你比我都会编辑，下次我编辑视频，你帮我行不行？行。大家说牛牛编辑的视频好看吗？哎，我都真没想到七周岁的小孩子上二年级了都会编辑视频。别上学了，在家里帮老郭编辑视频吧。不行。看他们三个人打架，谁能打过谁？谁能打过谁？两个人都给我绑了。谁劲儿大？行，起来，大武器，不能上顶来。来，三个人打，那肯定是牛牛输。谁？哎呀！打赢了！谁能打赢？来，我锁猴。锁猴成语。三二一，好的，投来。哟呀！刚刚编辑视频，又三个人又来打闹，玩吧。这次谁能赢？啊，俩人合伙了啊！走来，这俩人，这俩人，看你俩，俩人打不过他一个啊！大力水手啊！你们玩吧，拜拜，不能哭，拜。